谢谢。既然已经安静下来了，我们就来带来一首比较温暖一点的、一点点的歌曲啊。今天呢，其实现场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叔叔、婶婶、阿伯、阿姆、阿公、阿嬷在现场。是。所以呢，我想要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，来自台湾的歌曲，分享给现场的朋友。这首歌拿两只拖鞋就可以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叫做《寡杯》。希望你们都可以挂一个行规哦，在家里面呢都能够事事顺心啊、这个人月两团圆，即将过年了，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一个家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其实呢，就像这次我们的抒情的歌曲。